你是不是我不是你是不是背着你男朋友跑来那个啥了？刚刚有个人说，咦，这不是我女朋友的声音吗？你知道吧？墩墩墩墩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墩墩。傻逼。可以，你竟然骂你男朋友傻逼？刚刚那个谁，他骂你傻逼？我能飞，你能飞吗？啊，墩墩，我能飞，你能飞吗？我不喜欢飞。为啥我一玩你就玩一些骚东西打野？那怪我咯，你自己把小明给禁掉了，对不对？那这是我忘记买辅助装了。哎，你直接忘记买辅助装，我受不了了。那你还吃我经济？你还吃我经验？我没跟你说啊。那你就赶紧跑啊！你打完差不多就得跑了呀。你个臭不要脸！没来得及跟你说。不是你没来得及，你的手很真实。你明明就要趁我经济，我到不了四级打个土一次哦，要崩呀！渣女，渣女，这个刘禅，兄弟们，他还未成年，而且的话他很单纯的，他主要他是被安好教坏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被 KK 教坏了。好，刚成年，刚成年。18岁对吧？捞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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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闪现控他。我没闪现。一血到手，上路压力好大。你连衣服都不穿，小骚东西，小骚货。他出又不敢出来，臭不要脸。这小骚货，你连衣服都不穿，这个吕布小骚货。陈白。你念一下貂蝉的名字喂，我不知道怎么读啊。你示范一下，你教一下我。我不要，我也不会。一般女生说不要都是要，真的，记住了啊、哦。广西口音，对的，广西口音。被发现了，对呀，你这个小骚货。终于发现了，对吧？终于被发现了，终于有明眼人看得出来你是一个骚货了，是吧？对。不过我玩下楼蹲打野，队友完全没意见哦。竟然心态没崩，他说出来真真羞，真真害羞，好吧？捞他。控一手对吧，直接一包剑魔之剑捞他，控 nice， 再控一手，他不敢出来捞你。哎，这都过不去，受不了，我都会飞的，竟然这个墙都过不去，墙太厚了。因为这个皮肤，兄弟们，因为这个皮肤，下楼蹲硬生生变成了刺客，你们知道吧？变成了战士，本来就是一个肉，你知道吧？不是你们杀得死我还是咋地啊？臭不要脸啊！捞！臭不要脸的，这么的想报仇是吧？他跳过来呀！跳过来就捞他，中一手。不是你这抢我多少个人头了啊，壮壮？你还笑得特别开心，特别的淫荡，你知道吧？什么呀你？厉害！你是夸他还是夸我？他就是个抢人头的人头猪。你别用这种形容词好不好？啊？啊？对不起，我暴露了你的本性吗？我心特别的愧疚。好吧，笑得那么奸诈，这个可以吧？啊！你要说笑得可爱，屁！你跟可爱不搭边，好吧？怎么就不搭边呢？还会跟斗云的，又想抢我人头一个两个的，这都臭不要脸！哇，这大开的，没毛病。壮壮，你不要认错人，这个会飞的才是我，好吧？没有认错。那没认错，你怎么跟他们去打了呀？
你不能因为那个小骚货，你不能因为小骚货他一个大过去你就跟过去了，捞他，控一手，捞呀，别怕，手抖，不小心点了大了，大就大了呀，那你怕什么？你直接就进去，你开着大的时候你要靠近那个塔，你知道吧？会回血的。我知道。你真知道？那你为什么我往十里往面外面跑？你告诉我。我不想顶塔，控你。你那不是你不顶塔，意思是要我顶塔才好是吧？你比较肉。我肉个大头鬼，我是打野，你把我当成肉？啊，我是个小仙女，你竟然把我当成肉？受不了。小仙女。没搂到他，哇，疯了一半，菜兜兜，是不是有回血，对吧？没有。嗯，我的人头，逆抛，好困啊，这个。哪一个好控？刘禅，你这是在夸你自己吗？请求集合。小沙漠终于开张了，打半天他终于开张了。先把塔给毁了，哇，这个，对，漂亮，一刀门，沉你一下。小东西去哪里？不是，你这就不能帮我扛一下塔吗？我没血了呀。我明显你的血量刚刚比我高。你确定吗？刚回的。刚刚就比我高，好吧。我的魔女刚出来，好吧。我要去踩塔了。怼他！一手大门。哎，你踩个皮的塔呀！我没拦了，不是你没赢过一样，你这次你是辅助，你不是拆塔的，受不了你，我们是杀人的，好吧，杀人的。下楼盾会飞，对，下楼盾当然会飞了。我昨天晚上练了一个晚上这英雄，我跟你说，我被人举报了好多次。你是用来打野的吗？我各种位置都尝试了，包括辅助也尝试了，反正80%都被人家举报。打到最后，我亦悟出了一丝的精髓。过后又想拿你回，就是一定要打出顺风来，逆风就废了。我是大龙，是对面的吧？这也太神助攻了！9110，兄弟们，911911，送给911所有小可爱。不是你又抢我人头？什么呀？911了，现在受不了。请求集合。我都13个助攻了。那你都抢我多少个人头？我打成失血你就抢。闪现跑了。没赢过的穿穿的跟没赢过的一样，我真的是服了。这看你是你自己的号就没赢过一样，这混分的家伙对吧？他看他是他自己的号，他就往实力拆塔，你们懂吧？他笑得特别的开心，你们能懂吗？我晋级星耀了，金牌打野，金牌打野，了解一下，了解。金牌辅助。你这一天到晚的，我超过了100%的下楼蹲，转转，我超过了100%的下楼蹲，兄弟们，结账，好吧，都很棒，都很棒，好吧，输出很高，参团力贼高，对吧？然后的话，